只有一句话想跟你说，节哀顺变。来，哦，等一下啦！经纪人谎称撒基姆上次在温泉饭店拍摄的外景，饭店方十分满意，有意正式合作，于是打电话询问撒基姆是否有合作意愿。你去年不是有来搭的那个泡汤的外景吗？记不记得？你说北投那个？对，北投那一个，他们这一次就是有 pass 大热门，然后有要业配，然后他们找你。他这次总共拍四次，然后他费用呢是之前大概三四倍这样子。啊，也有费用很漂亮。然后这一次的话，就是每次都会找五个辣妹跟你一起合泡。是不是很嗨？嗨个屁啊！上次一个我就快死了，你现在弄五个，好啦。那我问你，就是你老婆她会介意，还是你要跟她讲一声？我老婆那边先不用跟她讲，反正我们就先拍，然后拍完我再跟她讲。于是拍摄当天，哦，白黄汤啊！哇塞，有没有看到我的皮肤？渐渐的又变白了，同一个温泉哦。这次还多了什么玩意儿？所以我跟你们说啊，每次只要来天悦泉哦，你就会像在怎么样呢？情人节一般。情人节的感觉。而且情人节通常都要许愿，那我就来向我的神灯许愿。神灯啊神灯，给我这么棒的汤，这么美的 feel。这有没有人？你看看怎么样啊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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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叫做这个游戏，我们叫它遇水则发。哪个游戏？我们那个水池，数到那个人，他必须得在站在池的中间，然后大家泼他，然后祝他恭喜发财。又要泼水，又玩水啊！数之数是最多五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去那边弄干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冷静一下，你们太猛了。冷静，哦，你太猛了。哇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哇，这必须得冷静一下，你们就甭过来了。我旁边的球。过来了。制作单位，你们也推他太好了吧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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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就让我一个人嘛。这一捆加这一捆，挤那么多人。这个晚上呢，真的会让你许愿会成真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这里，好不好？嗯。但是呢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要记得下次不要请那么多个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你们不是送走了吗？哪有人呐？又来了哦！完了完了完了，真的完了。惨了！接着我们谎称补画面撤离现场，让经纪人去探探撒基姆的想法。刚跟光讲，然后他那个说意思还不错，他跟我在敲下车时间。哎呦，对啊，你下次什么时候空？下次都有空，没有空哦。是不要过来是不是？没事，这次费用比较好，因为这拍比较久，可他钱是一次付。所以这次你也赔三倍。对啊，你待会再准备另外一些账单。没有啦，
次的工作，如果我老婆知道的话，你就跟她讲说，就是一般你敢酬劳的费用就好，不要讲说是三倍。你要干嘛？哎，我就不要问那么多干嘛？不要跟我说，赶快走，弄走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要记得，你要他，我跟你讲，你讲就是一般的就好。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好来，玛雅记，那个玛雅，我们只有一句话想跟你说，节哀顺变。还要打出去哦？要吗？真的要吗？确定吗？喂，爸爸。嗯，这样。你在休息啊？我不然呢。哦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上次你不是跟我讲说你有外景节目吗？啊，你们去北投干嘛？啊，就接受那个啊，那个温泉啊。上次那一家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那个。上次弄得不错啊，这样。哦，上次介绍的不错。那，那有妹吗？我比较在意这个。有女生，可是那个都是他们点的，不是点的。去完全要点，点班点点台哦。不是，那个是他们安排的啦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们也没有干嘛，我们就介绍那个汤啊。啊，那个点的漂不漂亮？啊，点的漂不漂亮？身材好不好？你在说什么啦？我很在乎啊，我都没办法穿比基尼。啊，他们就很普通啊。你刚没有，你刚讲他那个就是要很，他那个要做的很亲民化。你刚刚讲他们，他们是几个女生？知道吗？他们是几个女生？差不多两个啊。哥哦，两个以上嘛，两个以上。你之前跟我讲说没有妹，然后刚刚跟我讲一个，然后现在是两个，现在是两个以上，到底有几个？是 team 哦，团队哦。他们最后是要呈现出一个画面，就是说他们的汤很，就是汤很大，可以，就是可以容纳一次六个人这样。那这样算起来总共五个人嘛。五个女生加你是六个人，对不对？五个。反正他们没有，他们就是要弄到一个极限。那这样子是几瓶啊？我们下次也来、来泡一下、啊，都没有约我，也没有跟我讲。啊，上次那个是我那个同学那个许秋芳呐、啊。又来，那费用呢？你上次就给我才多少钱？啊，这次也是一样，跟上次一样的钱啊。才一万多块吗？差不多啊，他说要拍四集嘛，就一集一集拿啊，这样啊，对啊。你回来的时候把那个玩绳也带过来，让我也搓一搓，看是不是可以搓出四集的那个业配。什么玩绳？没有什么玩绳呐。我也要抽五个猛男，要跟我一起泡二十瓶的那个汤池。没有那么大啦。好啦，他那个只能容纳女生呐、那个你说那个五个男生，什么叫容纳五个女生？我要容纳十个男生，好的啦，生气。哦，好，骗好大嘞！那也是牙膏嘞，两个连晚神也没有了。对哦，然后酬劳也骗也没了，还说人家点的，人家也变少了，女生是突然安排的，对，人家都是突然，池子都是很大，对，人家看汤有多大，汤有多大，各位笑那么开心哦。那么来到北京不登长城就非好汉，没错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人家能够叫做他是好酒陈瓮底？